杨先生带来这首《爱情终点站》，听到他唱歌呢，我就觉得说有一种温馨的感觉，好像似乎有人身边的人都在爱我，因为爱是付出而不是回馈，所以希望我们在座的人能够付出您的爱，将你的爱关心给社会大众，相信世界是温情的。好，我们听完了歌曲以后呢，我们下一步最精彩的，除了唱歌，除了火鸟呢，我们带来一首热门的舞蹈。这首热门舞蹈呢，是带领大家静心震撼。所以我们欢迎的快乐伙伴带来一首热门舞蹈《哔哔哔》，欢迎快乐伙伴的演出。快乐伙伴的这首